江苏女排开启新赛季征程。 龚翔宇领衔十六将赴江门。北京时间十一月二十日晚，江苏中天钢铁女排启程前往广东江门参加新赛季排超联赛的争夺。此次江苏队阵容调整幅度较大，多名青年队选手升至一队，首挑重担。第一阶段，江苏女排共有十六名队员前往江门参赛。张常宁因伤休战后，将由龚翔宇出任队长，率领年轻选手奋战。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二赛季中国女子排球超级联赛将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广东江门揭幕，江苏女排。 仍由蔡斌挂帅，进入大名单的共有二十名选手，其中十六名运动员将出战第一阶段的比赛。大名单内的主攻张常宁、自由人陈一帆。 副攻丁欣妍和周馨逸四人并未前往江门。江苏女排在上届排超惜败天津，屈居亚军。本赛季阵容大幅调整后，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江苏队在排超联赛第一阶段分在 B 组，将先后与辽宁、北京、福建、河南、深圳和上海六队交手。与之前发布新赛季定妆照时的十六人相比，江苏女排出征江门的十六人名单小有变动，副攻线张怡文跻身其中，取代队内第一高度丁欣妍参赛。